浅显呢共聚一堂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一整天的课程呢，会有蛮精彩的一个规划。那候选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位置的调整，因为我们的干部培训呢，我们还是希望是以各个基层道务为主下去做讨论，因为我们的干部培训哈，跟以前的上课模式会比较不一样，我们会有小组的讨论。那既然是小组讨论哈，如果我们相关所属的道路如果没有坐在一起，那讨论起来就会很分散。所以候选呢，先给各位前线哈，这个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先看一下，你这一组的位置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？我们没有乾坤分班，因为本来小组里面就有男生有女生所以没有乾坤分班，我们是以组别或者是以道务相关的在同一组。好，那开始动作，一分钟，换一下位置。到底在干嘛？我们这个一心的分成伙食班组、第一组跟第二组，不是分乾坤两组，所以请你换一下位置，可能。那其他爱想的人和应该是 OK， 那爱想的也是一样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组别呢？坐错位置呢，稍微调度一下。或者是呢，组别人数太少的那有没有需要派人来支援？是，你支援第二组，你支援第二组，第二组在这边。好，最后30秒。你要进没得睡觉。好。那如果组别真的不够，人数真的太多了，我们可以先坐在旁边再多排桌子，没有问题。有的可以支援啊，但是主要的干部还是建议留在同一组比较好。不要把主要的干部往外抽，这样会讨论起来会比较不得心应手。OK 吗？我们领任好，请站起来稍微看一下，各个组别是不是都就位了？然后如果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，我们请领任稍微调度一下人员的位置。